报纸，然后大头射频，小头射频，手持机器人，然后机器挂件三个，两个手柄挂件，一个射频挂件，然后小头冷冻头，大头冷冻头。哎，不要包。开关膜，加水漏斗，脂肪钳，电源线，皮尺，海绵垫，胶圈，外包传感器，挂件螺丝，保险，整机钥匙。然后现在在配料包里面找出装机螺丝，先拿出小头手锯，然后 B 头，对应 B 头，然后再拿出大头手锯，对应射频大点，小头射频。对应小头射频，然后再拿出大头射频，加水漏斗，插入加水，然后开始加水。加水，配料包找出电源线，哦，打开漏宝，先拿出脉搏传感器，给顾客测量脉搏。脂肪厚度40。然后选择冷冻界面，点击进入。这个小于20mm， 这个是脂肪厚度20到40之间，
30到50之间，然后指纹厚度大于60的模式，这个是自定义的模式。点击进入自定义模式的话，点击开始，这个压力可调自定义模式，然后时间可调，制冷温度可调，然后这是大小头切换，然后这个返回，刚才是指纹厚度是40，所以选择30到50之间，点击进入，把压力调节为20，调节为20，然后切换到小头。拿出这个海绵垫，拿出机体。选择射频界面，然后这个是大小头切换，然后这是能量调节，这是计数，单次计数，总计数，然后工作，然后把能量调节大概为15，然后现在是大头射频，然后点击工作，暂停，切换至小头工作，点击开始。然后返回，这个是能量调节大小，工作时间，然后把报纸能量大概选择在25左右，然后我现在开始涂了，拿
出了冷江。然后点击工作，点击暂停。